2017年台湾设计展南风馆是以透作为主题，透就是希望能够带领各位从这个不同的角度更仔细的观察台南这些年在生活样貌跟设计上面的一些新的尝试，希望整个展览能够如南风一般让各位有新鲜舒畅的感受。我是荣誉宾室老板 Ricky， 原本我是自己做咖啡烘焙的，后面就慢慢想说自己本身也是从香港过来，想要把一些香港的茶餐厅文化融入在这个店里面。茶餐厅文化就很有趣，就是它会很多邻居还是常去的常客聚在一起的场所，然后就闲话家常，来到荣誉宾室就好像回到家的感觉。我是五营咖啡的小易。五营咖啡的五营这两个字其实意思就是台语的五营，就是有空的意思。我们是一个研究生活好好自己的一个地方，我们想要让大家可以在这里谈论一件事情的这个效果，希望大家五营来聊这些生活中看似小但是很重要的事情。 My name is Nigel Brown and I'm one of the co-founders of Ting Shuo Studio together with my wife Zhang Huisheng。The name Ting Shuo or Ting Shuo Hearsay, which is the name of our organization, because everything we do here, we try to focus on the idea that no one person is the expert. Everybody who comes has different areas of knowledge, different experiences, and through communicating, we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you know, learn together. 我是慕斯家具的负责人赖庆荣。慕斯家具是一个复合式的空间，有回收老家具改造，也有做餐点饮料。慕斯家具希望传达的精神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学着习物。我希望每一个来过慕斯家具的客人都可以带着幸福的感觉回去。我是快活慢行的高庄。快活慢行是一处结合旅宿、艺术、生活以及工作的一个复合式空间。在展场旅居的空间里面呢，其实跟快活慢行的目的还蛮类似的。快活慢行希望带给来到这个空间的旅人都能够是非常扎实的生活感，在台南这个都市里面真正融入在地生活，并且去发掘设计跟艺术的美好。我是田家兴的店长，我叫阿元。红豆饼是我们小时候每个人的记忆，在小巷弄里面都看得到的东西。田家兴的用意是希望能用最简单的美食，可以慢慢品尝它最简单的味道。我们是希望点了我们才帮他制作，拿到他手上的时候，它是热乎乎的红豆饼。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幸福的味道。我是龟龟毛毛泰国奶茶的老板阿用。龟龟毛毛泰国奶茶是以嘟嘟车形式贩售泰国奶茶的小摊，我希望客人来这边买了一杯泰国奶茶，喝到了泰国的味道，借由食物或饮料进行了一趟小旅行这样子。我希望客人喝到的是一种味蕾跟精神上到泰国旅行的幸福感吧。我是诺夫米糕的宇桥。诺夫米糕它是一个流动摊贩，然后其实骑着爷爷的单车，然后载着外婆的米糕。那这样米糕的食物其实渐渐越来越少人知道了，就是希望可以用这样传统的方式，然后把传统的食物传递给更多人知道。流动摊贩它其实是一种最亲近人民的方式，把最有温度的食物传递给大家，顺便把流动摊贩这一个早期的文化不要让它消失。我是永福97.1的主人凯州。我是秀玲。当初我们民宿以台南瓜牛巷为主题，瓜牛巷毕竟也是叶石涛文学家他的文学作品，那我们还是觉得说瓜牛巷这个东西应该是会比较适合街区。走到瓜牛巷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些老建筑、老职人跟这些老店铺保留很特别的街区文化，它是一个很有文化底蕴，跟去吸引人走到这个巷子，你会发现有很多地方是很有趣的。我是永乐社区的理事长，郭吉山。阮永乐社区的特色是桂树，桂树呢是白绍酒。桂树伊是伫日本时代就有啊，
阿到进来的慢慢的记忆就失落了嘛哈。目前剩三个阿嬷在做，因为这种记忆哈，就是怕去有失传，所以来推广。在100年的时候，文化局推出社造计划，我就用扫出一片天。在102年的时候，我们又推出这个小吊饰，我们目前还是会推出很多的文创商品，来延续我们贵属的记忆。我是品言生活美学的骆玉芬。品言一直在立志做的事情，就是希望把台湾的传统工艺可以不断的现代化，它是真的能够被人使用，创造现代版的台湾工艺。在台南有非常多的捞面的文化，我们把捞面的部分转换成咖啡肉跟茶肉的部分，我们想要把台南的产业更普及，让台南的手作跟工厂结合。对我而言，平凡又有美学的生活就是一个莫大的幸福感。这是7182竹工坊，那这个工坊是隶属于我们台南市竹会，那我是竹会的理事长张永旺。台南市竹会呢，主要是做一些竹编的推广，那这个工坊呢，刚好可以作为我们竹会作为推广，然后一个工作的地方。这个工坊主要做教学，我们这个工坊在这里呢，我们就会教民众制作一些比较简单的、很实用的一些作品，然后让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完成他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些作品，然后给他一个从事竹编工艺得到的幸福感。台南是个非常有文化跟历史遗憾的地方，那也是台湾制造重镇的一个很重要的据点。此次串场的计划，我们希望运用设计来协助台南的在地企业来开发具有台南特色意象人文，以及发挥他们自己本身制造生命历史经验的这个新的产品，那也包括了打造一个全新的品牌，那利用这样的机会跟平台呢，去呈现台南新的品牌的意象跟风貌，也将这样的能量跟精神传承到二代三代甚至百代，永续循环幸福经济的社会里。在展览当中所呈现出有趣的场域里面的人跟他所发生的事情，已经充分地把台南这个地方的产业跟生活面貌清楚地表达在您的面前，那也希望你能够从这些台南的新面貌当中，让你重新感受到台南生活的幸福感。